香港人都出去旅行啊，但係疫情三年邊度都去唔到啊！依家終於可以嚟長洲啦，可以係啊，我哋係咯嚟長洲玩下都好開心㗎，心情好開心咯，因為隔咗三年咧都冇辦啊，咁而家辦翻咧復常翻咧，大家好開心咯。Thank you.